铁，无铁，王子娇，每天都新奇，飞碟五子棋，欢迎来到飞碟五子棋，我是黄子娇，这里是飞碟联播网。听到了沙沙沙沙沙的声音呢，就是黑胶唱片又要开始播放了。这张唱片呢，来自一家店的老板的礼物哈。在待会呢，我要特别哈，特别的这个谢谢他一下哈。歌者是经典的巨星汤兰花。长夜漫漫，默默等待明天，你却出现在我的身边。纵然北风寒冷，也会觉得温暖。是命运把距离日渐缩短，是关心把痛苦慢慢地冲淡。燃烧吧爱情，让爱情化作火焰，大地献出光辉灿烂。是谁在招手，是谁在声声呼唤，起来同赴我难。蓝与黑电视主题曲主角也是他本人，还有一个这是老歌《蓝与黑》的旋律啊，正在被哼唱。一个人一生只恋爱一次，嗯，是幸福的。哦，不幸的。哎呦，我却比一次多了一次。哎呦，两次。燃烧吧，爱情！燃烧吧，爱情！把爱情化作火焰。留给你无限的、无限的怀念。这个口白好像是来自欧阳龙，然后呢，你现在听到的就是等于是新版的《蓝与黑》。刚刚中间间奏呢，很巧妙地融入了旧版的《蓝与黑》。那首歌其实很经典。老实说了，这个新版的《蓝与黑》呢的流传度没有旧版的高啊。那么，但我小时候那个时期，电视儿童的我呢，确实非常非常非常喜欢汤兰花大姐，因为她，我们讲雍容华贵，我认为这个就是等于汤兰花姐姐啊。包括他所演的时代剧啊，或者说是时装啊，各种，我其实印象有点模糊了，但就是记得，因为他名字也非常好记嘛，汤兰花。这张专辑由张永强制作，那这首歌曲是包比达老师作曲，香港来的巨擘啊，也是编曲。另外还有幕后班底，洪伟明、陈志远、谢春德都是一时之选的超级大咖。那么这张唱片呢，其实是一个礼物哦。来自佩如姐，在过去大概一年左右，我在脸书私信常常有很多朋友都告诉我说，有一家店很厉害，你去了没？叫做声色哈，声色场所的声色哈，啊，那框起来精心写的那哈，声色场所的声色哈，待会再介绍。这张专辑呢，当然还有很多好听的歌曲啊，我们很厉害的何启荣老师的作词作品也在里面，你看他有多资深了，太可怕了哈。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很喜欢的，叫做《我所拥有》，同样是电视剧《华氏蓝与黑》的主题歌。怎么能够说声再见，怎么能够忍受你愁，好浪漫，再也不能重温旧梦，旧梦如今往日情浓，谁能为我挽留，忧愁浮现心头，泪眼迷迷蒙蒙，到何时才能够拥抱你。
能够忍受离场，再也不能重温旧梦。如今往日情浓，谁能为我挽留？忧愁浮现心头，泪眼迷迷蒙蒙，到何时才能够再找回从前的我？前辈出过很多专辑啦，其实早期像在歌林唱片啦，或像这张跟宝丽金的一个代理发行的合作啊，就更加国际化了啊。那当然因为我真的那个时候都还小啊，所以许多的故事未来也许有机会让何老师来补充。那这张唱片呢，就是来自林老板啊，大家还记得我们的黑胶奇人其中一位叫林泰威老师，那他也常常帮我引荐台湾许多的大内高手啊。当然有一些就引荐了一次我们就没有再联络了，因为不未必是真的很热忱在音乐这件事情上面哦。那反正你也才知道说，哇，原来台湾有这么多的高手啊，深藏不露啊，财力雄厚啊。有一天呢，他就跟我说他想带我去见一个佩如姐啊，在一个很特别的个人的你也不能说是店铺啦，就是私人招待所。他说这里面有很多的唱片，有很多的硬体哈，留声机哦，音乐盒等等。那我就出发了，然后呢就跟泰威老师还有佩如姐还有他的团队呢相谈甚欢。那当时我吓一跳啊，因为佩如姐的年纪比我大，可是她的团队呢都好年轻哈，大概就跟我身边的小伙伴差不多。可是呢他们竟然要搞一个声色，主要是要推动音乐，尤其是黑胶。我就说我不知道这些年轻朋友对这些老东西真的有兴趣吗？不然他们会很痛苦。比如说今天我如果跟他讲 Do you know 唐兰花，他们可能会噔噔噔黑人问号。不过你如果有热情的话，这些都不是问题的啊。他们还要做帮大家刻唱片的服务，有那个机器啊。隔没多久呢终于开了，我也去造访。还记得当时是秋刀鱼杂志啊，邀请我去聊日剧主题曲原声带，然后就约在那里顺便参观啊。那么后来呢，反正呢就是在过程里面，林老师也帮佩如姐引荐了很多很多圈内的爱音乐的朋友，包括像是北流的黄韵玲董事长啊等等啊。其实这个地方已经成为台北很重要的音乐据点，那很多人都告诉我说你一定要去，我就会告诉他们说我早就可以回来了，哎，我就会发那个佩如姐的 po 文呢，或者是我的 po 文给他们看哈。基本上台湾从北南东西哈，各大小城市的唱片行我大概都去过了。那么声色也是很早就去了，感觉也很厉害，佩服。前阵子还带太太去参加他们的市集啊，里面还卖底片啊，卖相机，卖露营用品，卖这个植物啊，还有卖面啊，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空间啊，在这个新生南路的巷子里面哈，就是好像是金华附近吧，金华女中大安森林公园附近哈，那我有点很难解释哈，就快要到大安森林公园。那这个巷子里面呢真的叫别有洞天哈，而且很难停车，不过我那天很幸运绕了一圈之后竟然有个车位哈，在那个市集逛得很开心哈，也认识了一些不一样的老板哦，那些老板呢本身也是深藏不露的非正规唱片行的老板，而且都有很多收藏，然后开始在分就有点像断舍离了哦。总而言之他就送了我一张汤兰花的签名黑胶，就是刚刚播放的，那我很感动，因为
第一个我们都有那种追星的童真啊，那第二个是好像贪婪花姐姐也造访了她的私人招待所哈、啊，所以就特别把重复的一张黑胶为我而签名啊，因为他们知道我一定会喜欢这个东西的哦、啊。那我当然也回赠了他我自己的黑胶唱片，就是在1989年夏令营的合集啊，那是我唯一一次在音乐出版品的时候供逢其盛，在黑胶的末期，就像桃子姐的那个之前我们介绍的我在脸书 po 文的辉煌的日子的合集，那都是黑胶时代的末代了啊、哦。Anyway， 谢谢佩如姐，谢谢台北有一个这么棒的地方，所以下次你如果要来台北，然后你对音乐有兴趣，然后他们也都有在做一些主题分享哦，像什么动漫啊等等等之类的。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呢，是工藤静香。工藤静香也是一代的偶像。好，这样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先听一下灭火器好不容易生出来的新专辑哈。哇，这个大正要带孩子还要出专辑，当然也写歌给孩子啊。稍后我们再来听听工藤静香自我翻唱的对照。世界八十七的音乐家
面对一个新的生命，我只有戆戆抱你一直紧紧看。欢迎回到飞碟吴子淇。在日本的歌坛有许多的偶像红极一时，那当然因为他后来嫁给了木村拓哉，所以很多人很对他、哦、有很多嘿哈嘿哈。时间回到1993年，痛哭中岛美雪的作品。在宫能静香出道35周年的时候呢，他就翻唱了一大堆自己的歌，比如说刚刚这首《痛哭》。我必须讲啊，这个翻唱呢，也是有风险的哈，就是投资一定有风险，有赚有赔，但是就是至少可以让歌流传下去啊。这是2022的工藤静香个人出道，因为他以前是团体的，个人出道35年。你喜欢原版的还是新版的呢？哎，刚刚那个1993，然后到2022，基本上也是差了30年的痛哭的版本。接下来是蓝的素颜，1989更久以前的作品。
嘿，三十几年前的歌跟编曲哦，还是很厉害啊。就简单讲，那个 hook 非常到位哦，很容易记得哦。所以那个时候，工藤静香呢，真的是创造了好多的代表作。But 那个时候，因为我也已经进演艺圈了，我对明星的这个感觉呢，不像小时候哈、啊，小时候就是崇拜啊，遥远。啊，自己进了演艺圈之后呢，当然还是崇拜啦，可是。就觉得是自己人了、啊，就旁边可能是这个陈淑华，右边可能是成龙，这样你就觉得是同行，虽然是前辈啊，但那个感觉就跟以前就不太一样，不知道大家懂不懂的意思了。你进了这个行业之后，就真的比较少那种，所以工藤静香，对我来讲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幻想啊。那但是非常非常的好奇，因为他在过去唱了好多中岛美雪的创作，这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啊，因为中岛美雪的歌实在是太强大了。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都是日本的Pony King 用唱片公司旗下的呢，所以还是说有什么关系哦？因为唱片公司旗下也都还有比如说制作公司啊，或者是合作的公司，也未必是同一个部门或者是同一个经纪公司啊。但是他们当时发行的时候都是那个体系的。总而言之呢，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2022的版本。是的，俗称木村少的蝌蚪西子卡，西子卡好难念，西子卡。你为什么不抱我？1988年，那个时候他很年轻呢，唱歌也是中气十足啊。2022的版本。在那个时期呢，已经是CD 啊，这个当道啊，然后黑胶慢慢退烧，卡带跟 CD 并存的时代啊。我在那个时期也买了很多工藤静香的单曲啊，那主要还是以录音带 CD 单曲，就是所谓的小 CD 啊，七公分的，然后长条形的。刚好这个工藤静香的也不是我的菜哈，就是那个时代了哈，就现在当然觉得自己很白痴，就她明明就蛮漂亮，很有特色，但那时候觉得她的眉毛好特别哦，这样啊，因为我们都是终身名菜挂的嘛，
那再加上我刚刚讲他出道单飞苏出道时间跟我差不多，在我心中就仿佛像是同行一样，好像同辈一样。哎呀，自己在那边幻想什么。好，这个是去年他的翻唱版。回到1987年8月31号，竞技的心电感应，也就是他个人单飞第一弹。真的是整体结构都很老派哦。2022的版本呢，竞技的心电感应。这次的翻唱专辑哦，它的整个编曲的这种痛调，我觉得跟昭和时期还真的是挺神似的啊、哦，没有刻意把它调整到21世纪的 style 哈。
迎回来，飞碟吴子棋。刚刚听到的工藤静香自我翻唱35周年的纪念的对照啊，台湾呢有一群人组了一个团，叫做 Coca Koala 可乐熊，然后呢推出了《老宅歌》第二季 ，Songs for Otaku， 就是给老宅男们的歌，唱了好多动漫主题曲，包括了。天空战记啦，或者是 City Hunter 啦，还有 Slam Dunk 啦，灌篮高手啦，这群人呢就是应该跟我一样很哈日吧。逆さえも好きになったわ迷っているけどこの人に一生ついてゆこうと決めたあなただけ見つめてる出会った日から今でもずっとあなたさえそばにいれば他に何もいらない哎，慢点慢点！没想到在这张专辑里面呢，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哦。这个呢，他们都是台湾的宅男嘛。其实团里面有女生了，也有宅女了哈。总之呢，应该就是很热爱一些日式的文化，或者是动漫，或者是他们相关的音乐，所以呢推出了这样的作品哈。哇，实在是很酷。那另外一个版本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先猜一下，到底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哈？既然是台湾的朋友哈，那当然就要来一首。也跟 Slam Dunk 有关系。这张专辑呢是一个日语的动漫歌曲翻唱作品，多数都是唱日文，只有这首出现了台语啊。真的是有点羡慕啊，大家都有某一种情怀，可是不一定有办法去执行啊。像我想翻唱的日本歌可能也是大概有100首吧啊，在出专辑的时候碰到版权上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他们这群朋友怎么那么厉害啊，就是轻易的就处理掉了，真的太强大了哈，所以才说很让人羡慕又嫉妒哈。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些周边啊等等，哎，整套的耶，好像在虾皮还有开店的哈，就是那个线上的商店，
我还记得，反正就是透过私信联络吧，我就上去看了一下，哦，就是也买了 CD 啊之类的，就行动来支持一下。好，他们叫做 Coca Koala。那这种团呢，应该很难入围金曲奖，因为是以 cover 为主的。没办法，这个以 cover 能够入围的大概只有江蕙跟徐富凯吧，就基本上大家真的讲难听点就是做兴趣的啦，哦，做自己开心做自己爽的，哦，好，节目最后来认识一个新朋友，飞碟快红心，他是来自新加坡的嘻哈 style 的歌手，哦，刘轩怡，请他自己介绍自己吧。 You Fall You Star 飞碟快红心，快红心，快红心。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Jamie 刘轩怡，很高兴终于出了我的个人首张 EP 180雅典娜 180 Athena， 很庆幸能和你们分享新作品，之后陆陆续续也会有更多精彩的作品和合作，哦，I can't wait to share it with you， 可是现在先保个密，如果你想在第一时间知道消息的话，那就到 IG 追踪我吧 at JM3USIC， See you there。没道理的理由 What you want from me Don't let me know 压抑到透明谁会来给我些柔情大声不代表这一 What you want from me Don't let me know 那些对错你至少 No don't matter Don't want the tea 梦醒了噩梦写个抒情歌若认识你还会不会有那么多草草的话缠绵的温柔 no more 他们只想 start a war Take you off my mind 只想让你离开天空有没有有我的宇宙有种感觉经过的脚印匆匆有谁来感受这 no no 你的幻想不是我应该旅行的选择别了 What you want from me Take you off my mind 只想让你蝶伍子棋登场的是反骨奇人，欢迎来到今天的反骨奇人。反骨奇人就是我不会说什么话，我就是要你听，希望这些歌再一次的被听，好好的听，无论你在开车你在办公，你得帮你帮塞听一下。无人公路前行，严艺格的闪烁，假装逃离的旅行，小心不留一丝痕迹，遗落在大海里。
闪烁，忽明忽暗，像